把舰队都冲刺了，哇，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，林雨薇率先到达终点，创造个人最好成绩12.74，完成了我们跟他一起约定好的承诺。他肯定看见了我跟他的约定，我达成了。葛曼棋与林雨薇在亚运会夺冠后都感谢了已故教练刘朝旭，表示完成了和他一起约定好的承诺。去年11月，刘朝旭教练因病离世，相信这两晚天上最亮的星就是您的注视。网友同样相当暖心，在刘朝旭个人社交媒体下，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留言，告诉刘指导这两个好消息。您的弟子葛曼棋拿下了亚运会女子100米的冠军，您的弟子林雨薇拿下了亚运会女子100米栏的冠军。杭州亚运会官方也留言写道，刘教练相信您看到了，您的两位徒弟在亚运赛场上大放光芒，他们完成了和您在亚运会夺冠的约定，杭州亚运会的风一定会伴随着他们吹到巴黎奥运会。